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刘白电脑，我是装机大手刘白。刚才大家在片头看到的这一台哇塞与哇塞棒棒与棒棒的主机呢，是我的粉丝孔令弟孔同学的一台吹雪定制弹药库海景房。弹药库圆润的外观呢，加上整套的 UV 打印，顶部正面以及背面的吹雪机亭亭玉立，侧面玻璃上一大一小的吹雪机也是淡淡的点缀，全身加满了装饰，但又不失通透性，一个字，优雅。主板呢依然是销量王者华硕的 Z790-A 吹雪的主板，大大的败家之眼，尽显奢华。水冷呢选择是五二吉利的 E360， 自带一个可定义的小屏幕，连接主板的 USB 2.0，可以放上你自己女朋友的照片了、视频呢，毕竟呢，把你女朋友给哄开心了，才能安安心心的打游戏嘛。内存是阿斯加特的女武神6400频率32G 的套条 C32 的时序 ARGB 的灯效，质感非常的柔和。显卡是七彩虹的4070Ti Ultra WAC， 流光溢彩的设计，不管是搭配纯白的配置，还是这种装饰性的配置，都是非常的和谐。同时机主选择了连立三代的霓虹线，这个三代的霓虹线显卡线有直接支持40G显卡的，它有的是两头都是16P的，它需要你的电源支持 ATX3.0， 有的是转接的8P转接的，价格不一样。这个霓虹线一上，简直是把灯光发挥到了极致。整套海景房呢，采用的是行家北极圈的风扇，冷排上和尾部是正向的风扇，底部装的是反面风扇。机箱风扇可以说是整套配置里边最具性价比的一个配件，虽然比不上连立积木三代的风扇那么有质感，但是优美的线条、绚烂的灯珠对得起它的价格。电源是华硕的 ROG 雷鹰吹雪联名版，它是一个白色的电源，原生支持 ATX3.0， 可以说是整套配置里边最没有性价比的一个配件了。但是华硕的设计总能够抓住用户的心，这一套502的海景房我只能说赞不赖。详细的配置呢依然给大家展示出来，处理器选用的是 13700KF 的盒包，不是散片。固态选择方面呢，三星的990 Pro 2TB 的版本，这块固态呢在京东上有限时抢购，应该是1299，如果有喜欢这块固态的话，可以去京东上抢一抢。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去选择我们的国产固态，比如说致态的7100也是非常良心的。孔同学依然是选择了刘白电脑的代买整机的服务，其中黄色的部分呢是刘白代买整机配件的价格，蓝色的部分为官方价格。代买整机的所有配件是我们当天河南省各个品牌省代理给到的拿货价，渠道明了，货源纯正，以此来给大家保证所有的配件是全新原封正品行货。代买的所有配件我们不挣差价。代买整机的服务包含了根据你的预算和要求合理的搭配电脑的配置，代买所有的配件，装机、走线、装系统、打上驱动、调试、跑完压力测试，保证大家拿到这台电脑的时候通上电就可以用，以及整机的3年售后和终身的技术指导。整体算下来，比你们一件一件的在官方上买不包含服务的情况下还要便宜。我们服务费的核算标准呢，是除了显卡之外，我们要折到6个点的费用去销售。显卡由于它本身的特殊性，我们要折到4个点的利润去销售。由于显卡占一台整机的比例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平均一下，我们的服务费用占整机的服务费用5个点左右。这就是这一台19000多的电脑所有的费用明细。有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说，你20000的电脑收取1000块钱的服务费真的是太高了。那么前两天我装了一个3000多块钱的电脑，我们收取的服务费177块钱，我也没有见别人说我良心呢。实际上100块钱5块钱的毛利，100万的话对应就是50000的毛利。那么大家从一开始接触到我们的客服，到拍板定案，然后调货、装机、发货，发到你们手中的时候，你们确认这台电脑没有问题之后，再点一个确认收货，然后我收到这台电脑的钱，前后的周期至少要15天以上。那么拿100万块钱连工带料折腾了15天，毛利率只有50000块钱，我相信很多做生意的人，甚至说屏幕前的你都不愿意去做这份生意。真实的情况是我们公司的所有员工、客服、售后、库管、财务以及我们的摄影师，甚至于装机员，只要是在我们公司待够1个月以上的，他们会非常清楚的知道每一个配件是从哪里拿的，各个品牌的省代理到底在哪里，我们的拿货价是多少。
他们都非常的清楚，完全可以脱离刘白电脑，他们自己出去单干。但是他们明白投资回报率比较低，风险比较大。就像去年疫情的时候，我们员工都在家没有办法上班，我们依然开底薪呢，房租我们照交还是要交。这五个点的服务费是毛利率，它又不是纯利率。实际上到我手里边呢，房租、水电、人工所有的开销开完之后，到我手里边就有一个点。简单来理解就是，这个月我的流水有100万，那么我会有10000块钱的收入。我们的客服好好干，一个月也能拿10000块钱，何必出去单干？这个生意太简单了，你想要买一台整机，我给你提供服务，然后对应的收取服务费，明码标价。如果你觉得不划算的话，你可以不用选择我。想要自己装机的话，我已经无数期的拍过了保姆级的装机走线和插线的教程，就我这个视频下边弹药库的合集里边就有保姆级的装机视频，你们可以看着装好一台电脑，没有那么的复杂。有的人在我的评论区说，我在说话的时候肢体动作比较多，给人一种不太信任的感觉。我想说，我只是一个装机工，不是所谓的成功学大师，听懂掌声。开个玩笑，开个玩笑。这台机器呢，还有一个小插曲，因为我装好之后呢，发现这个冷头上是有亮斑的，所以这个冷头是不合格的。我拆了一遍，把这个水冷交到我们的售后技术部，换了一个全新的回去又装了一遍。装了一遍，我们去调试的时候，发现我们的内存老是报错。截止到我现在拍视频的时间呢，这个内存报错的问题是没有解决的，因为技术部还没有来的时间去测试。不过放心，待会儿拍完以后呢，我们这台机器再交给我们的售后技术部，一定给大家保证调试好。你们拿到手里边的时候通上电就可以用，这才叫整机售后。整机售后跟单个配件的售后是两码事。比如说这个内存条，它是终身质保，但是一旦你的电脑出问题的时候，不开机了，无限的蓝屏死机，你该要找哪一个厂商给你做售后呢？我们做整机售后的话，可以远程的帮你协助去排查哪个硬件出问题了，真的是比较复杂，排查不出来的时候，可以把整机发到我们的售后技术部，我们售后技术部肯定是能够你排查出来的。排查出来之后呢，哪一个硬件出问题了，你有两种选择方式。第一种就是你直接交给刘白嘛，因为我们都是省代理拿的货，全新原封正品行货，处理售后的话效率是比较高的。第二种，你可以自己去找400的官方，我会把我们测试的结果告知给你，你们再去找400官方去处理售后的时候，也会节省时间和精力。好了，这台机器呢就抓紧交到我们的售后技术部，赶紧测试一下给机主发走。机主拿到手之后呢，检查一下没有问题的话，尽快点一个确认收货，让我也回笼回笼资金，回回血。这里是刘白电脑，拜拜。